第26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小小陈意涵。忠实诠释照顾者的心理困境，也清楚展现其面对不同对手角色的状态。角色诠释难度极高，却掌握合宜，充分展现演员的表演能力。谢谢两位颁奖人，我也是只有得过最佳女主角，女配角我也是第一次呢。谢谢台北电影节。我记得应该是十几年前听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，只知道谈恋爱的小女生就入围了台北电影节，然后站在这个台上，然后14年后。我现在是不一样的身份，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然后进入了家庭，然后演不一样的类型，然后很谢谢台北电影节，还是非常给我鼓励，在我人生很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们都给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当然谢谢导演、监制，还有品头、俊谦，就是我有这么好的伙伴可以陪我一起在这个地方演电影，还有我的经纪人叶童姐，然后很多很多要感谢的人。好，我不知道这里没有现实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